5月13日晚，有网友在微博晒出一组话剧《暗恋桃花源》的后台照，黄磊一家齐出镜，多美穿着裙子站在多多旁边，笑容可爱扮小花猫的多美让人有点认不出。值得惊喜的是，多多怀里抱着一个可爱的小宝宝，难道是黄磊的小儿子？在后台的时候，多多也是非常熟练地抱着小宝宝，而且何炅对小宝宝也是疼爱有加，亲亲小宝宝的小手，眼神里都是宠爱。一旁的多多非常开心地看着，网友们纷纷表示小宝宝可能是黄磊的小儿子了。还有现场黄磊也抱着小宝宝，连孙俪都紧抱着不放，几乎更能确定小宝宝就是他的小儿子了。不过从这张何炅、黄磊等众人的合照中看，又不像是黄磊的小儿子，因为黄磊怀里抱着女儿多美，小宝宝则在其他人怀里抱着。如果是黄磊的小儿子，拍照时按照常理应该是黄磊抱着。随后就有网友表示，小宝宝不是黄磊的小儿子，而是黄磊和孙俪朋友的孩子。不过一些网友还是坚持表示，可能就是黄磊的小儿子。